同学们呢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成为第一，因为只有第一才会被别人记住。比如世界第一高峰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我知道是珠穆朗玛峰，没错。但是世界第二高峰你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是乔戈里峰。那个第三高峰肯定就没人记得了。第三高峰是甘城张家峰，第四高峰是洛子峰，第五高峰是马卡鲁峰。2000 years later， 第45高峰是张子峰，第46高峰是库拉岗日峰。我求求你别再说了，再说就轮到我疯了。处女座，我说了多少次，卷面一定要保持整洁，字不要写得那么潦草，还有作文开头一定要扣两格，你们这是要逼死强迫症吗？白羊座，今天这节体育课，每人先给我跑20圈热热身，谁都不许请假，年轻人要有活力，冲啊！狮子座，我在楼下就听见了，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班主任啊？哎呦我的妈！金牛座。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数学，这样以后买东西才能跟我一样成为砍价高手。摩羯座，这次月考不及格的同学，每个人把错的题目抄写10遍，再背诵100条物理公式，明天早上检查。天蝎座，我可以记住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也可以记住每一个说我坏话的人，所以千万不要得罪我。哎呦我的妈！